正南，我知影你伫咧内底。你妈脸毛大吧？你来拄我好啊！咱三人做一个话讲清楚。我提醒你，趁早对正南放手，若无你干那会和正南甲伊妈妈愈来愈怨。你是凭什么怨？做唔对代志的人是伊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至拜五暗时8点，一家团圆，万事一冷气。这个黄万喜处处跟他作对了，明仔载在电脑里面重要资料拢卡皮一份的话，我一概都不要动。啊，总裁高丽文件这么机密，你得这么放心给我看。当然放心啊。万兴爸的条件，我得当自由。啊，不过我跟查理拄才开始的恋情，蛮夭折。是不是爸爸交代的代志？你唔得高兴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至拜五暗时8点，一家团圆，万事一冷气。这个黄万喜，只要我有兴趣的标案吼，你就给他参一卡。这个资料那是机密，而且是最高等级 Top Secret 绝对机密。在电脑里面，太重要资料，拢卡皮一份的话，我一概都不要动。我感觉今天要死。你是王亚东饲的宠物是不是啊？你电话一来，你就马上要挂断去。袂用的，今日讲啥，我拢不准你走。正南，我知影你伫咧内底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。这是阮爸私底下交代我的特别任务。伊讲我若是无处理好事，以后就恁接班啦。这内底资料我若拍开，我爸特别伊要爱，我就会当自由选择我要爱的人生啊。小轩，爸，你回来啊？你手提迄啥物件？是不是爸爸交代的代志？你已经提交手。你声声句句讲你要成功，刚刚某某你看你都无法度成功啊！不准你安尼讲我。刚才你是靠我，还是靠读书？今麦阁是要靠莫妮卡替你找机会，甚至你娘头来暗去，阁爱靠你妈。替你讲白话，是倒一个有担当的查甫人会缠成你安尼啊？今仔日是要甲翁万兴谈判。我就嫌你做会出现，伊唔就知我是你的查囝，我无用这种方式，干袂晓惊显摆。你若是软心哦，无愿意当面伤害因啦，随阵提给我。你无出声，表示你同意啊、哦？派人爸爸来做，伊先等你谈话。Game